他有着俊美的面容和如电的眼神，他独特的嗓音可以横跨五个跨度，可以在男女声中自由转换，堪称声音魔术师。他以强烈的神秘色彩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趣。他还是成功的时尚人士和时装设计师，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海豚音王子维塔斯。